慧秀、连金雅、赵寅泉、朴正明、高明世主演的电影《神鬼海底捞》日前正式在韩国上映，而近日演员们也忙着出席映后活动，其中一段金慧秀对粉丝超级热恋的画面也在韩网掀起热议。只见照片中金慧秀非常真诚的与粉丝们一一握手，之后要离开时还主动向粉丝伸手，并露出依依不舍的痛苦表情，让捕捉到照片的韩媒都去在新闻标题写下不行啊，我要去见粉丝，我还想再多见一些粉丝啊，让看到照片的网友们纷纷笑说姐姐太可爱了，保镖要保护的人其实是粉丝吧。金慧秀能红这么久都是有原因的。